欢迎来到美腿 TV， 我是长腿女孩拿铁，我的身高是168公分，星座是射手座。那今天要讲的是以下几种类型的婊子。绿茶婊呢，就是最普通款的，表面上就是很清纯，装可怜、装柔弱的类型。奶茶婊呢，就是奶音嗲，然后会撒娇，像我这样子就是奶茶婊。那咖啡婊呢，就是外表很知性、气质，但其实背后很阴险、很凶险类型的婊子，高级婊。那红茶婊呢，就是打扮的火辣，然后露露胸、露露腿的那种，看得出来它就是比较招摇类型的婊子。那茶水婊呢，就是表面上跟你很好，是好朋友，但是在办公室的茶水间呢，会道人长短的那种双面人。那龙井婊呢，就是在哥们面前是称兄道弟，但是喝醉的时候却会黏在男人身上那种婊婊。以下你遇过哪几种婊子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，拜拜。